东宇出版社的书团开团咯。这一次呢 GK 爸爸跟东宇出版社的开团呢，这里面呢有几本书呢都是 GK 爸爸念过的书哦，当一只懒虫不容易，不可以，这是坏习惯，还有章鱼先生裤子搜查任务，还有要怎样才能让自己不生气，哼，只有我能赢，想要与坚持的魔力，这几本书呢都有在这个书团里面哦，而且一次买四本书还有超优惠的65折哦，只要消费满500元加1元就可以加购一本书哦，而且只要加购1元耶，天哪，超级优惠的1元加购区呢有4本书，那这些书呢可能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，但是完全不会影响阅读哦，可能是封面有一点点的稍微的刮痕，但是加1元而已就可以得到1本书，哇，真的是超优惠的，爸爸妈妈有兴趣欢迎点击资讯栏买书搭配 GK 爸爸的 Podcast 一起听吧，即日起到8月22号就截止咯，赶快赶快把握机会。快来听故事了，有各种的故事，跟着 GK 爸爸一起听故事。快来听故事了，有各种的故事，跟着 GK 爸爸一起听故事，好听的故事，有趣的故事，这属于我们快乐时光。好听的故事，有趣的故事。宇宙奇幻旅程，怪兽宇宙 ，Hello Monster。在遥远的宇宙银河系，正准备举行一场热闹又有趣的艺术嘉年华哦。总是喜欢穿梭在太空中旅行的太空宝怪，满心期待的想要加入这场盛宴哦。飞行在宇宙的太空宝怪说：哇，好期待哦，嘿嘿，我最喜欢跟大家同乐了，一起玩耍咯。咻咻咻的，咻噜噜的，太空宝怪呢登上了怪兽战舰哦，还看到了好多不同造型的宇宙怪兽们，大家都准备要迎接这一场艺术宇宙大探险。这艘怪兽战舰五光十色，非常绚丽哦，就像是会飞的派对舞台。哇哇哇哇，好热闹哦，各种不同的宇宙怪兽们真的都来了耶。首先看到的是身穿太空背心的水泥怪，他特别喜欢和外星人交朋友哦，还有身上套着星环呼啦圈的灯光怪。哈喽哈喽闪闪闪，哈喽哈喽闪闪闪，哈喽哈喽闪闪闪。这时候粘土怪也过来跟太空宝怪打招呼了。哈喽，嗨。粘土怪手上拿着登陆的旗子，他最喜欢在宇宙之间呢寻找新的星球，就会把他的旗子插在新的星球上面哦，代表登陆成功。而音乐怪呢背着他的火箭背包来了，他喜欢在宇宙唱小星星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而跳舞怪呢踩着飞碟滑板，边舞动他的身体，扭动身体滑过来打招呼哦，阿罗哈阿罗哈嘿，阿罗哈阿罗哈嘿，我跳阿罗哈阿罗哈嘿，阿罗哈阿罗哈。笔刷怪呢带着银河太空枪将宇宙画上了7彩的星星哦，也过来跟太空宝怪打招呼。这时候太空宝怪的好朋友书本怪也过来了哦。Hello 太空宝怪，还有好开心看到你哦，哇，你身上有好多玩具哦。
嗨嗨，哇，书本怪，哇，对呀，我身上都是小朋友二手玩具做成的哦。哇，好特别哦，粉红色的玩具，二手玩具，这样很环保耶。没错，全部的创作的材料都是由募集而来的二手玩具组成的哦。你看，这边有粉红芭比娃娃的房子，还有我这边黄色挖土机，还有跑车机器人。太空宝怪与书本怪两个相遇，就开始一起分享有趣的故事哦，话题真是停不下来耶。对了，我最近啊有看了好多有趣的绘本故事书啊。哇，我也是耶，我也是耶，我也是，我很喜欢 QQ 猪的 QQ 侠系列。这时候电影怪拿着星系胶卷出来咯。 Hello Hello， 嗨嗨嗨，电影怪用星系胶卷专门记录星际探险的精彩故事哦。拍拍怪驾着无敌太空梭，咻，向大家分享各种地球照片哦。这时候怪兽战舰的广播声响起来了，呦呦呦，全宇宙最可爱的怪兽们齐聚一堂，这趟旅程中呢，我们将会经过六个不同的艺术星球，有舞动星球、泡泡星球、冒险星球、妖怪星球、音乐星球、云端星球。舞动星球活动期间每天会规划不同的主题特色演出哦，超过30场精彩大小演出。还有泡泡星球由艺术家李文正打造泡泡探勘队，邀请大小朋友体验多种互动。冒险星球，斯巴达小勇士体验营，以攀爬、跳跃、平衡等强化小朋友的体能训练的9项关卡体验。妖怪星球，活动期间放映精彩6部电影及节目的妖怪电影院。音乐星球，有音乐剧节，也有线上音乐节目宇宙小耳朵 Open， 邀请许多音乐剧团还有音乐家带来演出。云端星球，由7大博物馆及府中15共同带来的博物馆星空节目，还有好玩的线上游戏哦，请好好享受这一场盛宴吧。呦呦呦，很快的首先抵达了舞动星球哦。太空宝怪还有书本怪迫不及待的就冲上前去玩耍热舞、转圈跳舞。看到跳舞怪在舞动星球摆动身体，后空翻、后空翻、旋转、旋转、后空翻，各种舞技都难不倒他耶。哇，舞技一流耶，不愧是跳舞怪。接着太空宝怪来到了泡泡星球哦，这里正在展开缤纷的泡泡派对。哇，好多泡泡飞呀飞的，飞呀飞的，飞呀飞的，好多泡泡哦。飘在空中的泡泡一颗一颗的飞向大家，这时候看到闪亮的光线照在这些泡泡上面，反射出了梦幻的光泽哦。原来是灯光怪，马上笔刷怪也飞到天空了，挥洒出了7彩星星，咻咻咻！哇，我也要玩泡泡！灯光怪的星光呼啦圈借给了太空宝怪，让他边摇边追着泡泡。哦耶！摇摇摇摇追追追，摇摇摇摇追追追，摇摇摇摇追追追追。跳完舞追完泡泡之后，太空宝怪要把身上的星光呼啦圈还给灯光怪，结果好像有点卡住了耶。怎么拿不出来呀？怎么拿不下来呀？哎呀，
是我身体太胖了吗？卡住了。这时候灯光怪使用魔法一挥，星光呼啦圈变大了，咻，马上飞出去了，从天空转转转转转，飞回到了灯光怪的身上，咻呼呼，又缩小了，套在灯光怪的身上。哇，好厉害哦，像是变大变小的甜甜圈呢。接着他们一起来到了下一个星球哦，冒险星球斯巴达小勇士体验营。冒险星球斯巴达小勇士体验营是一个可以让大家一起攀爬、攀岩、跳跃、平衡挑战、好玩刺激的地方。看到了好多头大大的外星人正在努力的挑战各种关卡哦。下面有一个一直发出打气加油的声音，加油加油，你们可以的，加油加油。原来是喜欢跟外星人交朋友的水泥怪帮大家呐喊加油。接着一起来到了下一站妖怪星球哦。来到妖怪星球，在妖怪电影院的门口呢，巧遇了电影怪。电影怪很慌张的东张西望，眼眶红红的耶。Hello， 电影怪，你怎么了？需要帮忙吗？电影怪有点冒汗的紧张说：“我的星系胶卷不见了，它是我的宝贝，但是一直找不到它耶。我的星系胶卷记录着很多星际探险的故事。”哦，别紧张，我跟书本怪也一起帮你找看看吧。真是太好了，你们是大好人，感恩感谢你们。于是太空宝怪用力的喊：星系胶卷，卷卷卷，你在哪里？你，哎呦呦呦呦！书本怪说：你这样叫他听得到吗？电影怪说。对哦，我也应该这样喊看看，胶卷胶卷，你在哪里呀？还是没有回应哎。太空宝怪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到下一个星球看看好了，别担心，别担心，一定会找到的。”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到了音乐星球哦，正在上演精彩的音乐剧。在舞台遇到了音乐怪，旁边捡到了掉落的星系胶卷耶。电影怪好开心的抱住太空宝怪还有书本怪。哇，真是太感激你们了。书本怪说。不客气。抱好紧啊，把我的书本的页面都折到了。哎呦，找到就好了。那我们赶快到下一个云端星球吧。他们一起手拉手来到了云端星球哦，马上看到一个旗子插着，原来是粘土怪。他每次登陆星球都会插着旗子，表示登陆成功，这是他的太空任务。于是太空宝怪、书本怪、电影怪开始玩起互动小游戏哦。怪兽宇宙特工队是射击游戏，可以选择一位怪兽伙伴，一起努力击败躲藏在泡泡中的病毒坏蛋哦，一起保卫怪兽宇宙。太空宝怪选择和书本怪组队，展开怪兽宇宙特工队射击游戏哦。嘿嘿，看我的厉害，太空宝怪无敌攻击光波，哔哔哔哔哔哔，砰砰砰砰。病毒坏蛋闪躲很快，一下子飞到上空，一下子又消失在泡泡中。这时候非常考验眼力哦，还好太空宝怪技术一流，每次射击几乎是百发百中哎。嘿嘿，哦耶哦耶哦耶，哔哔哔哔，嘣嘣嘣，哔哔哔哔，嘣嘣嘣，哔哔哔，嘣嘣，哔哔哔，嘣嘣。书本怪说：“哇，我只打到一个哎，其他都是太空宝怪打到的。我太逊了。
哭哭，不要紧啦，重要的是过程，分数高低输赢不用放在心上，团队合作，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哦。对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太空宝怪的打气。突然间咔嚓，拍拍怪从旁边拿着相机到处帮大家拍照留念哦。拍拍怪说，来，太空宝怪、书本怪、电影怪，我来帮你们拍一张合照纪念吧。哦，好啊好啊，我要摆出最帅又可爱的 pose 哦，嘿嘿嘿。书本怪说，那我要摆出最帅气的 pose。 这时候其他怪兽们也都飞过来凑热闹咯，我也要拍，我也要，我也要拍，我也要拍，我马不会啦，我也要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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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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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所有的宇宙怪兽们都突然蜂拥而上，挤在一块了。好挤哦！拍拍怪说，没有想到所有人都挤过来要拍照了。好哦，那大家就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来哦，跟我一起喊怪兽宇宙 Hello Monsters， 怪兽宇宙 Hello Monsters。 没错，欢迎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们一起来2022年的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宇宙 Hello Monsters。 故事结束。